啊，我打错了，还有救，绝啊！我想留张世界树来跟有可能抽到的列特拉 combo， 然后上另外一把刀。让你知道何为恐惧。他看起来没有集结，伊雷特啦！让你知道何为恐惧。末日即将来临。什么？你以为你可以打败我？看小打的伤，其实我不大确定他会不会带那个711。老天爷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青蛙。但还是没有办法比他快啊，他叫 DK 在最后一张，我们可能才有机会。哦，来了 ，OK。几搞，我可以把他震掉。到底要怎么赢啊？前来报道。嗯，我们还是要一个前行的效果。OK。将痛
我们要同伪伪装者，可他有疑似同人。哦，打到一张。前来报道。他有疑似同人，我站之类。我感觉这个应该要打。其实打这么后面，我可以考虑银行家格兰伯。前来报道。闪电真的会击中两次。他 DK 人在超后面，如果能够再逼一张一次同人或是奉献的话，其实状况都会好蛮多的。前来报道。要抽牌变更多，他应该要打一次同人，我这样一次同人。刚回来拉拉，这算484被逆转的，你改版我不管。虽然战机很凄惨，有押韵 ESKR。我还打赢一个猎人哦，我们打赢一个猎人。我们请他看电影，他看到不耐烦就走了。同一个人吗？好像同一个人呢、欸。其实搞不好直接打伊雷特拉，然后大地震级这张，来保证这个一定会抽牌之类的。那这里最有可能是架那个真菌属士，然后换掉。哦，好吧，看起来不是这样，这样我就大家一起抽咯。这样也不会爆牌啊。OK， 我喜欢。三，谢谢。刚刚伊雷特拉是幻觉到的、欸，哇，他是奇运气还蛮好。我们有大地震级啊，所以其实。完全不理我们这张哦。完全不理我们呢、欸。也是一种想法。是100%清的。
哦，爆了，烧一张。还有四张牌都不能爆，都没有爆到。我猜现在应该是打波鱼先去左拉吧。然后希望他没有另外一张消失。所以我应该先把葛兰博抽起来，然后开始降水。哦，应该是打这个哈之类的，应该也是这样打。我们可以再多甩一个大力正直。算是差不多了，他六张蜘蛛斧击都在里面的。哦，这恐怖的回合来了。还是没抽到蜘蛛伏击。OK。妖鼠。啊，我打错了。还有救。所以我们打了四张火与先驱者吧。两张暗杀花。所以我们这边应该是找这张啊。学术间谍。Oh no。四四十六。我还蛮意外他没有。哎，都先把这张干掉，这解不完吗？格兰博。我们只要把剩下的牌全部都抽起来就好了。除非被，比如说，这样好吗？笑都来了，还降过费。二十六，这样还蛮可以接受的。所以我们打了，到底几打了几张火影先驱？打了四张吧，所以这会变一废。
所以等一下应该要冲了，因为这样才七费而已。然后这也会被降超低费啊。我快要没有牌了。我应该可以打两次。哦，不行哦。冰到一个该冰的就好了。冰到一个三四，希望不会死啊。其实我们还需要蛮多轮的。我们这也只能打，好像可以打到三张小豆。所以触发两次，这零费。好，我先看一轮动画。这样场面上应该只有一张小豆，这样够吗？这样其实还是快死了、欸。我这样还会再吸一次，所以应该够。对，但还是只剩一点点血。哦，还在吸一次。应该还是这样子比较好啊。这样还蛮稳的。哦，总算成功了。这如果弱效蓝鲸有升级到的话，会有更多一飞笑斗，然后可以打更久。虽然理论上三只一飞笑斗就可以打两轮了，就可以再打，就可以打十只一飞笑斗两轮。银行家对，银行家有可能也有机会塞回牌库啊。嗯。哇操！可不大可能啊，我们一轮伤害是，我们一轮伤害超高的。那、啊、就算这八颗全部回起来 ，Oh my god！ 如果回，应该也不够，回14滴应该也不够。该不会赢了吧？讲看三六六十二十五，应该还没他投降了。你吗？三六六八，他投降吧。好像赢了，局啊！我操 ！OK， 我喜欢，这样还蛮可以接受了。